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不要笑我，谢谢你们的欢呼声。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宣布了哦。好，那黄杰就在这边宣布，高雄第六选区，我们赢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告白。那我先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没有声音啊，我声音可能会很小声。感谢咱伟大的高雄乡亲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不要笑我，谢谢你们的欢呼声。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宣布了哦。好，那黄杰就在这边宣布，高雄第六选区，我们赢了。你们真的非常感谢，因为这70天的选举真的很不容易，根本是政治史上没有发生过70天内要选一个立委，但是我们高雄第六选区所有的乡亲，我们做到了，我们做到了，完成这个历史的时刻。让黄杰顺利来当选，谢谢。那当然要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高雄的大家长陈其迈市长，从一开始他就非常相信我，他相信我可以接下这个非常困难的任务，在高雄第六选区，他相信我的能力，相信黄杰有这个勇气，虽然是一个很年轻，真的30岁而已，30岁的年轻人在高雄也可以出头天，那这就是我们高雄人的精神，在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，很愿意让只要敢冲敢拼，只要愿意为家乡来付出的人都有机会可以胜选，都有机会来为高雄来服务。那我也谢谢你不断的告白，谢谢，这就是高雄人给黄杰的爱，谢谢。那我也要非常感谢赵天麟委员，那其实大家也知道，在赵天麟委员第一时间宣布退选之后，这边整个高雄第六选区是天翻地覆，因为我们这里本来是可以稳稳的拿下来的一区，他在这里经营了20年，他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高雄第六选区，但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他第一时间就说他愿意退居幕后，他要让我们高雄队都可以赢，所以黄杰接下这个重担的时候，他其实在背后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，在后面运筹帷幄，穿针引线，把他所有20年来的成果都交在我身上，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赵天麟委员100%的力挺，100%的支持，才有办法有我们今天现在这样的成果。那当然也很感谢我的执行总干事邓乔佩，谢谢乔佩，因为这个中间突然在选举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其实最想哭的应该是他，他在中间也是哭了很多次，但是我们一起撑过来了，很感谢他在这个中间也对黄杰非常的张开双臂，他知道说这一区我们必须要赢下来，所以他也非常无私，把这边所有的锦囊，他的所有的身上所有的功夫都来帮黄杰来助选，所以我们才有办法有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成果。